啊，尊敬的王子老师，小伙伴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来讲一些公开课，因为呢有好多新伙伴的加入啊，前面的话呢，我们经常有这个公开课的讲解，包括我们周末还有这个四期的训练。那如果说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这个在 QQ 群里面经常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那今天实际上是我们来书接上文，是吧？我比较喜欢有前有后，有始有终。那我们既然给了大家方法，就要带着大家把它这个练一练，用一用。至少说，面对着这样的行情，你心里知道这个东西是用什么战法来实现的，你应该在哪里来实现它，这才是一个这个学和练两者相结合的一个方式啊。好，那在讲解之前呢，再简单的介绍一下。我管理员说我这个我的介绍和我的宣传都是特别的佛系啊，就是不是很认真讲自己的东西，讲这个介绍自己的时候讲的都比较少。主要就是讲课程的东西。公开课呢，说白了其实是在做广告，但是我真的就是当做课来讲。所以我可能说别的东西说的比较少啊，那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职业的证券投资人，那也是我们这个特训班的班长，比较擅长的是，很多人应该听说过，就是腾龙卷五战法，当然不是说仅限于这个，但是我们说每一个教练都有自己比较特殊的、比较喜欢的一个方式。啊，每个人都有自己比较擅长的。那我比较喜欢就是这个竞价去选股、选强、做强。为什么是这样的？是因为很多的强势个股，它真的就是强到你不敢上车，然后它就越走越强，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强者恒强的一个走势，是吧？等一下呢，我们也会说到这个案例。之前我们群里面，我们集训群里面的这个案例。让大家呢了解一下。好，那其他的不说过多了。这个一会儿我们来看一看什么叫做战法的融合，是吧？可能很多小伙伴有一定的基础啊，有了一定的基础，我觉得你可能更能理解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融合。如果没有基础的话也没关系，也一样能听得懂。我们用最简单、最朴素的方式给大家讲，保证让所有这个只要能听懂中文是吧，都能够学会啊。好，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因为有新的伙伴进来，是吧？没有听到我们前面讲的，周末的时候，是我想一下，周日的时候吧，我们讲了一段啊。今天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好，周日的时候我们讲了一个非常常见的量学当中可以说是自始至终贯穿的。也是大家经常听到的一种战法呢，就是黄金线上阳该阴。它实际上是很多战法的基础。那如果你掌握了最根本的这种方法的话，其他的战法你可能就很容易看明白，不在话下，是吧？我们先说什么是黄金线上阳该阴。黄金线首先要有黄金柱的基柱。这个柱子呢，通常是阴阳转换、扭转乾坤的那个柱子，通常是这个第一个啊。我们经常选的是阴阳转换的这个位置的第一个。好，这个柱子一旦出现之后，它后边三天的形态，这里我们不具体的去讲这个阴阳阳阴呢，还是阴阴阳阳阳阳等等啊，我们不具体讲这些东西，我们来说什么呢？来说它的一个位置和组合啊。首先，如果说都是在这个基柱上，后三天都在基柱上，这是什么柱？这是什么柱子？这是什么柱子？如果后三天都在基柱的石顶之上，是什么柱？好，这个可能让小伙伴误会了啊。我这样，
把它这样画一下，是吧？答案，哎，这样答案就统一了。三天，我这里没有缺口啊，没有缺口。有缺口的话是元帅，没有缺口的话是黄金柱，对吧？那么如果后三天，这个在他的实体之内，是吧？在他的实体之内，然后呢，在他的这个，在他的实顶之下，这是什么柱？到将军了，对吧？将军柱。好，那刚才我们画的这个就是元帅，是吧？统称为王牌柱。OK。好，我们做简单的区分之后，现在来说介入条件。如果说是王牌柱，我们把它混在一起啊，王牌柱。如果后边是阳阴，大家说伏击圈在哪里？应该怎么伏击它？伏击圈应该在什么地方？按照这个黄金线上阳盖阴是吧？如果说把这个阴反剥掉，是不是就是缺了，对吧？好，那问一下小伙伴，稍微提升一点难度。好，我给它标个数字，一、二、三，三个都是阳柱子啊，可能这个柱子，他画，这个不太可能啊，收盘价在它下面，不太可能。这样画吧，这样画，后三天是这样的，那么它的伏击条件应该是什么？我全都是阳线，对吧？正常来讲，黄金线上阳盖阴，反剥掉阴线，这是我们进场的一个伏击圈。那么阳阳阳的应该在哪里？看我最新画的，一二三，一二三，应该盖哪？盖哪里？盖哪里？大家可以打数字就可以了啊。过什么地方？过三，对吧？过三，好，很简单啊。这里阳盖阴，我不管你前面是什么，对吧？这比较简单，只要是过阴就可以了。那这儿呢？这儿，如果这个实体比较大，我们采取这个阴半，要么是阴半，要么是阴顶。如果实体比较小的话，就是阴顶；实体比较大就是阴半，对吧？这个比较常见，很好用的这个两个伏击圈啊。好，那这个呢就是什么？过最高的这个，它只要过了，那就是伏击圈。大家常见的黄金线上阳盖阴就是这种，比较熟悉，盖阴知道，盖阳不知道是吧？其实也是黄金线上阳盖阴一样的用法，只是说你把它变一种思路，变一种思路。如果它是一个阴线，你是不是能想明白？假设说它是个阴线，那反剥掉它的顶，你能够想明白吧？谁是最高的那个啊？谁是那最高的就可以用来做伏击圈。当然了，这个我们说的是这个。阳盖阴正向的，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反向、逆向的去伏击。那这个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我们今天就讨论这种正向的，让你用到这个行情当中来。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具体的啊，具体的，这是最近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大家可以看一看啊，下跌，缩三一，缩二一，这边是。假跌，OK，主力干得漂亮是吧？这里实际上就埋下了它要真涨的伏笔。注意，高手不是简单的只看局部。我们虽然讲的黄金线上阳盖阴，但是如果你不看左侧的话，你可能挑出来的东西就不是那么好的，就有可能一样的建构，别人的涨了，你的没涨。
是吧？我们在这个前天的时候也和大家说了，和左侧有很大的关系。那这个左侧除了这边手跌之外呢，还剩下一个左峰，在这个位置附近，是吧？这里是个高亮点。好，这儿怎么看啊？可能小伙伴会觉得这是板枪，或者是想用高亮战法，或者甚至想用这个回马枪都行。但我们要是把它简简单单的给它融合一下，是吧？你无论是用哪一种方法，是不是在这里看到的其实都是一个王牌柱呢？那这里是不是就是王牌柱的基柱？这是不是就我们刚才画的这个羊，对吧？这个柱子，它质量不是特别好，有可能如果打开的话，如果打开了它的这个分时，它有可能是阴的，那没有关系。这三根是不是和这个基柱组合成了一个柱子？好，那现在大家告诉我，这个柱子是什么柱？这个柱子是什么柱？元帅吧，是吧？你当做皇帝也可以。好，那大家都清楚他的身份。现在我们来制定他的作战计划，请小伙伴回答我：什么样的条件我们要伏击？什么样的条件要等一等？是吧？我们现在以当前的这个视角去推断明天可能怎么走。如果什么样我们可以动手，什么样不能动手，大家可以简单的写下你的这个作战方案。好，现在有三个小伙伴做出了计划哈，四位小伙伴。好，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计划，左侧是假跌，所以右侧对应的会有增长。那这些为什么不涨呢？这些距离太近啊，没有消化整理完毕。这实际上这个柱子，这里的这根柱子就是告诉你。这个涨停板，可能大家都听说过复盘一定要复盘涨停板，对吧？复盘涨停板不是说第二天你全都去做一进二，全都去做连板去。复盘涨停板晚上你去看，是为了清楚有哪些个股异动了。一个长时间没有出现过涨停的个股，它突然在底部出现一个涨停。实际上是向整个市场释放信号，同志们，我来了，是吧？涨停板是所有主力、所有的这个关注市场资金的人必看的。当然了，不是说每一个涨停板都非常重要，但是在你复盘涨停板的时候，发现这个个股它出现了底部的异动，那你是不是？之后就开始关注它了。很多小伙伴，包括我自己啊，包括我自己，最开始刚开始学的时候，特别想什么抠这种。你看这个是画这个黄金梯是吧？过这个地方，然后再画啊，这黄金梯这么画，一直一直涨，多好呀！我就伏击在这个地方，然后等着它一直涨，等着它一直涨。但是注意。这个愿望尝试了很多次，是吧？很难实现。你可以看一下这一波的涨幅的话，没有多少，花的时间特别多。但是
当你发现这个柱子的时候，它这儿的效率就和这儿不一样。关于这个极阴次阳，极阴次阳这个次阳，它的实体非常大的情况下，那么它后边的后劲会非常强。所以同样是次阳的位置，次阳的位置，次阳的位置，这儿它后边的走势必然和前面不一样，不同凡响是吧？不一样。好，那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二三。第三个顶只要过了的话，基本上就 OK 了，只要是把第三个顶过了就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什么呢？剩下的就是能不能过这儿了，对吧？好，那你去看一下这个柱子它是不是有量的，这条线画上，那只要它把这儿过掉，并且把这儿过掉。是不是就具备了这个进攻的条件了，对吧？那如果说他只是在这儿高开，你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他把这儿也站稳了，左边还有东西吗？不多了吧？这边的距离比较远，而且首跌是缩三阴缩二阴的假跌，就意味着右侧对称会有增长。我们到这个软件上去看啊，到软件上去看一下，就是它，就是它这个位置。缩图看势啊，因为我们这个截图的话，你看不到整体。其实我比较喜欢看这个软件上的，有一个整体的大局观，知道你自己在哪。那等大家学了生命周期之后啊，这个就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能涨还是不能涨。即便不涨，能跌到哪？能跌多久？会跌幅达到多少？那过了多久之后出现什么条件再能伏击？这都是你学习之后可以做到的事情。好，那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我们刚才看了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底部，对吧？底部出现了这种放量，并且出现了涨停板，后边一二三，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王牌柱来看，它后边只要把这边过掉，就。直接可以出中道大阳了，那我们看看它后边一个零号是吧？零号过，是不是把他们三个都过掉了？这就是很多人竞价不敢去参与的原因，因为很多人呢参与完竞价之后，多数都是什么高开低走的，就会觉得啊这个。竞价高开，这不是很危险的事情吗？为什么能当做是一个这个必备的条件呢？好，可能有的小伙伴会觉得这个地方高开了，你看它后边走的也不怎么样嘛。但为什么这儿高开，效果就不一样？就是因为这是哪儿？这是王牌柱后边的第一天。我们都知道王牌柱有四天组成，是吧？至少四天。那第一天上来，他不打算什么，直接过峰，那他就不会连板，那就会走这种横盘震荡或者向下调这个走势。那既然你心里清楚，那你想想竞价的时候，你看他，看这种类型的，是不是容易失败？好，那这种还不算是这个大家沮丧的啊，因为伏击了这里之后，他后面走王牌接力，正常还是可以有收获的，是吧？大家的这个疑惑就在于，比如说像这种地方，一点都不夸张啊，因为这个我真的是，自己经历了，然后也看到了小伙伴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软件上的这个主图啊，主图这个红这个蓝色的这小横杠表示是有零号跳空的，也就是说它比前一天的收盘价高那么一点。别管高多少，反正是高了，它就会有这个小横杠。好，这个小横杠提示这是有高开的。那么当天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这我肯定不会买，你看后面跌了这么多，是吧？这是马后炮的思维，你要回归到原始的一个状态，对吧？很多人觉得这个自己去做复盘，或者是复盘一些这个历史的牛股，觉得复来复去的都没有什么效果，那是因为你就是照着右侧的图来想左侧，那始终是想不明白的。你要翻过来想，翻过来想，
想什么？假设你看不到右边，看不到这边的时候，那这个情况下你该怎么办？这里啊，把这都打上。好，当天的时候你看到的是这样的。那我现在觉得就是，不是说嘲笑啊，就是觉得有点可笑。当时的我会看到这样的小小的这种高开，觉得兴奋。然后呢，把这里一看，哎，你看这个地方没有跌破啊，没有跌破，这不是王牌柱的基柱吗？基柱后一二三，好，这一天零号高开了，太棒了，今天要这个了，啊，要这样了。结果上来呢，上来之后吧，打成这样子，自己很懵，是吧？我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想做这种换挡位置的这个黄金线杨干叶，但是每次都是很不顺利，要么就是涨了没多少，直接就回调了，要么就是干脆就不动，在那横着，很尴尬。原本觉得自己，我明明是找了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啊，这多安全呢、啊！你看过风的那个太危险了，不行不行啊、这个半路上呢也不行。半路上呢，万一这个我正好赶上它回调呢，是吧？内心戏特别多，内心的戏码非常多。然后找了一个看似非常安全，结果第二天这一天的时候，你可能还抱有希望，是吧？因为很多人会给自己吃安慰剂，你看没事儿，还没跌破，没关系没关系，明天还能反包。你看看这是长，这是个长阴短柱啊。它的实体比它的实体要大，对吧？然后量是缩的，漂亮！自己跟自己说太好了，明天这个肯定反包了，会觉得哦，明天肯定反包了。但是第二天是吧，又是高开，你又兴奋了，你觉得这个地方又是要这样子了，是吧？你的心理期盼它是这样的，但是还是跌破了。这个时候跌破的时候，你觉得没事儿，这个它还有机会，只是踩漏了一点点。然后你会把什么？你会把这个实体开始往下移。你说这个不行不行，这实体怎么能算呢？是吧？它还有虚体呢，没跌破，没跌破我没事儿，它还能反驳回来。好，自欺欺人，自欺欺人骗自己，是吧？始终骗自己。骗到突然出现一根大阴，这时候开始掐大腿了。啊，我为什么不走？我为什么这个明明是选了这个地方，就开始说啊，我是，说主力啊，主力，说主力你太坏了，明明都已经打到地下室了，然后还能再挖地下二层是吧？这些都是源于我们对建构的这个认知不够深刻，这种位置就是弱势的位置，弱势的位置很难打出强势。同样，这里出现了王牌柱，虽然说这边的王牌柱质量比这边好，但是这个王牌也并没有把它跌破。很多的个股不跌破基柱的底的话，也一样能出换挡。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它就不行，在这儿它就可以呢？根源就在于，根源就在于。前面没有什么强势移动，这儿有强势的移动，异动后大家就把它当做一个普普通通的黄金柱来看待，对吧？我不管你是不是板枪，板枪我没学过，没关系，是吧？我不管你是不是高量战法，我也不会，也没关系，我就用一个黄金线上杨干阴，就这么一个方法的话，也足以应对你。所以，是不是过了这个最高的，这里就确认了它要向上进攻了。大家可以看到，主力跳空的高度是不是每次都差不多？这种幅度特别小的，你还会兴奋吗？这种零号啊，意义不是特别大，往往是有明显的这种断开的这种层次，它才有价值。所以，不要再说竞价自己看不懂，其实你看不懂的不是竞价，你看不懂的是日向结构。日向结构看懂了，竞价是很好的去辅助你、帮助你的一种方式。好，那这个后边是吧？这个后边
继续向后走，今天顶了一字啊，顶了一字，继续走强。它是在概念的这个，我们说在热点范围内的，所以它会走强。你去选热点范围内的，然后又是这样建构的，那是不是相对来讲就比较漂亮，对吧？好，那我们，我会把这个录下来，然后给大家发回放。那如果说这个中间实在是太卡了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回放。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有这个互动，因为我在提问的环节看到大家的回复，能知道大家呢对哪些比较熟悉，哪些不了解，是吧？能够有一个这个相互的一个反馈啊，要不然直接放录像就完事了，是吧？好，那我们接着说啊，接着说。这个刚才看完了它，好，我们再来看这个下一个啊，下一个，下一个呢是我们刚才说的前一个是这种羊羊羊的，对吧？我们来看下一个，这个这种是什么类型的呢？是，哎，这一条线，这一条线。注意啊，我是特意把这个左侧的这个给大家留下。如果说只是截图截这么一点点的话，肯定是能看清楚这里，但是意义不大。希望大家呢自己去看盘也好，还是这个看王子老师的书也好，因为王子老师的书纸页上能成像的毕竟是一个小范围的。那大家去把这个原图的位置到软件上自己去找，主要是去看一看左侧。那最早的时候，刚开始看书，就是因为呢，我会很抠一些细节，比如说，精准到一分钱，那是不是真的就是一分钱？有几个精准点，我也会去数一下，是吧？有8个，有7个，很多。那我一一的会把这个十字光标移到这一天的这个价柱上，然后去看看，哦，这一天确实是多少钱？仔细到这种程度，那才能算是会有收获啊。如果说只是粗略的去看，那你会发现大家长得都差不多，你没有办法去识别一个更好的。那这里呢，就是一个超跌的位置，超跌，它一直在这儿向下跌的话呢，也没有任何的价值。如果说它是一直超跌的话，没有正经的一个阳线就没有价值。这里给大家说一个小的这个观察技巧啊，就是你看一看这一路跌下来的这些小柱子。我们不用打开去看，它也就是一个点、两个点多，两个点撑死了，是吧？也就是一个点左右的一个小小小小的，那这叫什么？这叫做碎阴碎阳向下打。那突然在底部出现两根大的，这算不算异动？对吧？这也是一种异动，只是说大家这个觉得可能只有涨停是异动，是吧？我们说这种也是一种异动。好，那这个异动下来之后啊，当然了，注意它还是要放到热点当中，这样的异动才有价值。否则的话呢，即便有，但是也不一定会得到你后边想要的这么一个成果。好，那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王牌柱的基柱，王牌柱的基柱，记住后一二三，三天，这三天和刚才不同是吧？刚才的话是这个。这种，哎，这样的过它的顶，那大家来回答，我把它标上一二三，过哪里？考虑伏击呢？过哪里？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二三，它是有这种一直向上的，那你找最高的。现在它们三个基本上是平的，那选谁呢？要选谁？看不到是吗？好，那这里，一二三，三个，它们长得一边高，
那么呢，实题比较小，就选一个虚题就可以了。所以虚题是不是过去了？这个大英鼎是不是也过去了？大英的虚题基本上也过了。好，是不是把整个的这个下方的这些全都过掉了？没有问题了吧？是吧？肯定是能走王牌的这个阳改阴啊，黄金线上阳改阴，这条黄金线就是脊柱的实顶，这是标准的黄金柱。脊柱的实顶上没有所谓的我们常见的那种阴线，那么就把它们全都过掉，它就突破了。这是我们当前啊会遇到的类型，所以大家去对照着去找，长得类似的是不是就可以？好，我们到软件上去看看它，它是谁呢？它是这个传艺，传艺科技，传艺科技缩图看是低的不能再低了，是吧？啊，当然了，它有可能呢，大格局上没有调整到位啊，但是这个阶段性的它有到位。今天呢是这个上午的时间，上午时间，隆基绿能在开会，对吧？那出了新的方向。做这个 BC 电池，所以导致了中午出现新闻之后呢，一些个股就开始移动了。那它的建构，注意，我们一定是先得知热点，然后反过来看建构。如果说你单挑这个建构来讲的话，我们说整个市场有太多了，太多这样子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去选择非常的，这个面非常的广。反过来，你从热点的角度去看，OK，那它什么？它就容易从众多的个股当中脱颖而出。所以看它后边啊，这个往后一天，这个柱子特别不起眼，是吧？但是大家在这个看量柱书的时候，在前面的这个章节当中，就有一段老师写的是叫做平台起柱。在讲倍量柱的时候啊，平台起柱，这个柱子实体虽然不大，是吧？架柱实体不大，但是它是什么？它是倍量的，而且是不是把前面这几个高点全都过掉了？那么它就是我们要的那个柱子。那如果说你当天去看到了它的话呢，你可以考虑去参与，但如果你没有，是吧？这个点数比较小，它的这个。伏击起来呢，相对来说，你可能不容易发现它。但是反过来看一下，今天中午的时候，这是不是异动，对吧？中午之前的这个时间呢，它是异动，而且它是什么？延续了这一段。歪了啊，重新画一下这里是吧？这里的节奏刹车，哎，到这儿换挡了，换挡过掉了刹车的所有高点，这一天是对它一个延续啊，它是一个延续，所以它们两个合并同类项可以看作一个，量能上是放倍量，建构上是黄金线上阳改阴，它是钠电池啊，也是消费电子，今天的异动。它的时间节点是和这个隆基绿能的这个开会的这个事件是有关系的，是 BC 电池啊，所以事件和建构对应到一起。正常来讲啊，像这种绿柱子比较高的，它当天可能就没救了，但是下午呢，直接把它反包了，所以这里就走出来了啊，它就走出来了。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再来看第三个，前面两个是阳阳阳，是吧？虽然说这个后面两个就是第二个，我们刚才看到传艺啊，它后边两个这个基柱上后两天不一定是个阳线，对吧？那么小的实体，但是后三天基柱后三天全都在实顶之上，我们回过来啊，这里。是不是后边这三天全都在它的实顶之上？它是一个毫无争议的黄金柱。
因为有零号，所以他还是个元帅。那这儿是一个什么？是调回去的，对吧？和前面的两个都不一样。这里你找不到除了涨停板之外的另外一个像样的阳线了。那当然你可以选它，但是它也被跌破了，对吧？这里后边也跌破了。如果说在拐点的时候没有出现这个正经的阳线，假阴真阳也可以用来做基柱，但是前提是你不能跌破呀。跌破的话呢，它质量就不行了，直接就废掉了。所以在这个位置出现的王牌柱的基柱就只能用涨停板了。扭转乾坤的柱子，大家注意啊，这个能够做王牌柱基柱的，一定是扭转乾坤的。所以那些不起眼的，完全没有达到扭转乾坤目的的，尽管说这一天你打开分时的话，它一定是个阳的，对吧？但是它没用。它没有扭转乾坤，所以它也用不上，那只能有它。好，这个基柱出现了，后面第一天、第二天，哎，大家发现调整中，这只个股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选择它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原因选的呢？大家来猜一猜，为什么可以在这个，其实就是昨天晚上选的这个。为什么能挑出来它？大家来猜一猜，我是因为什么去选它？大家可以猜一下，你觉得能选它的理由是什么？哎，有小伙伴发现了很关键的东西，是吧？缩背量，对，这个个股它有个非常漂亮的缩背量，但是。不只是它，对吧？不只是它有缩背量，前面的这个柱子，它是个什么柱子？它前面这个是什么？它前面的这根柱子是个什么柱？长阴短柱啊，长阴短柱。所以，这是一个有预谋的调整。主力跑了吗？主力没跑。我们为什么特别在意缩量，特别在意长阴短柱？就是因为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主力它没跑，它没有跑掉，那它就是什么？它就是假跌，假跌就会有真涨，除非它不想干了，是吧？说撂挑子了，好，今天我不干了，所有的钱我就锁在那儿不管了。不可能，对吧？所以这是主力不可抗力的啊，他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不像这个小伙伴说的啊，这个量学，那既然说这个规律都知道了，主力也知道了，那他就偏偏逆向而行呢？这种他做不到，他自己的钱都在里面，他困在里面，他没出来，那么他不涨，他不就亏掉了吗？主力也不傻，他不是闲着出来玩的，对吧？他一定会拉升。从而达到让自己获利的一个目的。那这些下跌干嘛呢？下跌是让别人出去，自己不出去。所以它体现在柱子上的就是，我打压了，但是我没放量。那有的小伙伴说，这个不是放量了吗？这个量也不小呀。注意，主力他要想放量的话，他不会是这个缩量啊，他不会以这种缩量的形式跑路。当然了，这个超跌的这个位置啊，你想说他跑路的话，他也跑不掉。即便是它出现了这种放量的柱子，它这个地方它也跑不掉。但是我们选它的时候，它很明显，这个主力很斤斤计较，对吧？不舍得啊，不舍得自己锁住了，全都锁住了，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长阴短柱。那这种长阴短柱出现了，又配合上缩背量，OK，那这是一个很漂亮的组合，很漂亮的一个组合。告诉你主力没跑，告诉你它可能止跌了，对吧？下一步呢就是，好，这个地方呢我们讲过很多种可以这个用到这个位置的战法，比如说回马枪战法啊等等。关于这个我们还有这个其他的极阴回马极阴还有极阴次阳等等，很多方法都可以用，但是注意。如果说你其他方法并没有掌握，但是你看懂了它是假跌，
就把它当做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王牌柱的基柱。好，那它这么普通，它这么普通，后边呢调整下来了。按理说呢，走成这样子的话，就是将军柱了，对吧？将军柱也没关系，这样的控盘，它即便是将军柱，也能走出来。所以你需要做的就是将军柱的基柱是谁？基柱是他。基柱后的第一天，基柱后的第二天，好，是不是4天就差不多了？可能第五天这个就要出大洋了。但是这种啊缩背的主力都特别急，他可能等不到这个4天形成王牌柱之后，然后再考虑说要不要继续走的问题。这种主力他往往都很着急啊，配上这种缩背量的。可能第二天就有反馈，那这个时候你需要做的就是要盯盘了，盯住了的话就可以了，对吧？好，那小伙伴觉得这个我画一、二、三这三根柱子，大家觉得你要伏击的话，你想要哪一条线是吧？选谁？我们就用黄金线上杨根一，那选谁呢？选谁来作为这个要伏击的？好嘛，这个大家的意见又不统一了，是吧？一二三都有是，还有选五的是吗？还有选五的，大多数人选二。好，选二的话，这个二这么长，选二的哪里？注意啊，选二就可以了。但是选二的哪儿呢？对，选它二一位就可以了啊，因为这个实体比较长，是吧？所以你过它的一半就够了。不过鬼门关，那就还要往下窜。过了鬼门关，那就打破平衡向上了，对吧？所以二一位，那你就看看它过不过二一位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到这个软件上去看啊，到软件上去看，这个是玉能啊，玉能调下来。调下来，好，这里，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这个阳盖阴的伏击啊，其他的这个买点的话，我们不在今天讨论的范围内，所以大家看的就是阳盖阴的一个伏击圈，就按照这个方法去，你看你能不能够捕捉到它，对吧？那这里，它出现的这个箭钩过阴半啊，过阴半。看一下，我把这个预警先放上，这里啊，放到这儿。好，这就是阴半的地方，对吧？那你到分时上去看一下，哎，它就在这个上面。回踩这个位置的辅助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可以考虑了，对吧？它很快啊，有小伙伴觉得二一比较高，但是它很快就上来了，而且把它站稳了。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你不一定非要说他冲过去了，都快打到这个顶的时候，然后你才去伏击，那就是确实是远了。但是人家有回踩不破的这么一个表现，是不是就可以去考虑了？那这就是分时上的技巧了。啊，分时上还有很多的这个方法和技巧啊，但是日向上你看懂的话，分时上稍微有一点这个小瑕疵也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这样的。是不是你仍然还是可以用黄金线阳盖阴来应对，对吧？那这儿啊，学过回马枪的都知道这是回马枪。你没学过回马枪，或者是不了解回马枪的，你就当做黄金线阳盖阴，也一样能够做明白它。那这就是一种融合。当然了，这里还涉及到一些这个拐点啊等等一些其他的知识点在里面。但是你会了其中的这一种方法。我们说，至少当前的这1到2周的时间，你用这个就能够应对大部分的这个个股。那当然，你要是能选这种有缩背的，那第二天出现大阳的几率是不是就大了？好，那算是呢，我们对这个周末的时候给大家讲的这个东西做了一个练习，啊，做了一个练习。这样的话呢。大家是不是能够理解我们
为什么会选华创啊？为什么会选华创？看一下，华丽创通啊，这里其实道理是一样的，这里是一样的，那就是把它当做基柱是吧？基柱后都 write me 3天，这天是不是直接把它们盖掉了？所以你能不能够看懂这样的竞价干什么了？对吧？会不会觉得哦，开的太高了，这个我不敢去。不啊，会不会觉得这个开盘我不知道它什么意思？万一它高开低走呢？它能不能高开低走？它有这个可能，但是人家这么做了吗？没有，对吧？高开低走之后，哎，收回来了，所以它在这儿直接就走强了。那你看懂了黄金线上阳盖阴，用这个方法非常简单，竞价的高开的，你就会对它有感觉。当然，我们不可能说啊，听完一节课之后回去，这个所有的都能够这个看得懂，所有的都能够敢参与。前提是你把这个建构看明白，知道他这一天在干嘛，对吧？华丽的话，它也是这个华为手机的这个相关概念啊，所以它也是热点当中的。那如果说它不在热点，它可能呢不知道要磨蹭多久，对吧？但是我们注意啊，如果说一只个股再热点的话，它会从它这种大跨度的节奏明快的角度就能看得出来。所以，无论你是从热点来选建构，还是从建构来选热点，它们两个之间都是互相照应的。如果没有异动的话呢，可能再热点意义也不大，对吧？毕竟一个板块那么多只，不可能每个都涨停，每个都出大阳吧？那这个时候谁有异动，谁就会有反馈，反过来也一样。有了建构了，但是你不知道它是哪个热点的，但其实呢是主力人家提前未卜先知了，是吧？先知道了，好，走出了这样的建构，那么你按照这个建构去，给了你这样的反馈，阳盖阴确认了，而且是这么强势的一个确认的动作，你甚至不知道它因为什么涨，你都能知道它是个强庄。那大家慢慢的学习之后，就会发现很有趣啊，就是这个就像破案一样，你通过主力体现在图上的蛛丝马迹，然后能够推断出第二天、第三天啊一个阶段可能会有怎样的走势。那一开始，我们在第九期啊一直在给大家去讲这个黄金线上阳盖阴，那我们练了很多，练了很多次。集训群的小伙伴呢，对于这种阳盖阴已经很敏感了。那我们在提问的过程当中呢，他们都能够回答得很明白，也能够找到他的这个伏击圈。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练习做到极致，是吧？一个方法反复的练，一个方法反复的说，直到能够听懂，能够看懂，能够自己动手搞懂，一步一步的实现就可以了。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讲的内容。如果对于我们的内容，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有什么想提问的话，可以这个问一下。那其他的个股我们是不解答的啊。今天不解答这个小伙伴的个股问题，好吧？回放会给大家发啊。回放的话呢，我们放到 QQ 群吧，是吧？QQ 群方便一点。好，那小伙伴有什么问题吗？长阴短柱，当然是长阴短柱啦。长阴短柱这是就近对比。这个小伙伴去看一下书上的原文啊，说的特别清楚，有三种类型的长阴短柱。那小伙伴可能只清楚一种，是吧？只清楚一种，这种也是长阴短柱。看一下书上的标准。是的，小伙伴说的没错啊，长阴短柱本来就是对比出来的。啊，它不是说这个，不是说单根去看它到底多长，
有的小伙伴会说，那这个长音短注到底是幅度多少的？王子老师在书上并没有说规定说这个长音短注必须是3个点的，必须是10个点的啊才算，没有这样说过。那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只是和它前面的这个柱子去做对比，只要和前面这个柱子比，它是短的就够了。